在丰年里面，农民就是没办法吃白米饭，对啊，比喻这些就是肥料。小春啊，对啊，就是、但是假春就是假春啊，现在他让我们有哪个假，你让我假。这个向阳休息吼，不管你前上人那边做瓜，阿爸也很好。老处理我本来我哎，我是阿爸这边吼，我来找找朋友。啊，跟他一来对哦，不然所在弄我公仔宋哲来。宋哲来那一本古城树呢，里面就有谈到有关农民的那个，因为。贫困，因为收入低，然后被政府又要强征税务，啊，我只能叫你总结，好，那里面有。毕竟农业需要嘛，我想先叫大家多出事。我不过在我们家食物内底，不管是鱼还是肉还是菜，还是果子，内底也是农业，其实对人来讲嘞。我哋迄个卫生单位来讲，这个较无多，这个毒性较轻。用啊，这个迄个短效性的迄个肥料，啊，就过过冬过啊，过半个月啊，这个一礼拜就有声音了。啊，但是这当然话真紧啊，它就好好食了。不管安怎讲法，咱其实咱也认真吼，伫三顿内面食是好过钱。够够够，这是一般，我想咱也是作秀咱的生活，啊秀起来是吼，咱就平嘛，直接食食四天四无食，咱袂去安尼讲，啊咱就直接去平食，啊来当当一句吼，安尼无，啊你诚实没有办法，你家规日都咧行去食个东西吼，啊人别人啊你看迄吼迄个。唔惊食是惊无食的吼，人啊食到欢喜，啊食到肥出出，后代嘛做欢喜做。啊，所以内底了，咱会讲产生一个心情，一个偏差错乱的吼。恁我阿食冰镇，我阿食正冰，敢是对的。啊，我看迄日本一个阿那是吼，一个安达村，安达村出1.5的一个汉人的吉祥。吉祥物吼，伊是时代剧。你讲日本的包装的特点，啊，啊内底吼一个将军吼，啊在外口出世，是一个迄个私生子啦。嗯。哦，啊，这个部分吼，伊拄啊拄去讲的迄个，我有刷过发票，啊就是，因为发票重要，啊所以本来做到尾时间做做吼，啊一个迄个吼，迄个。糖海吼，啊，就鱼缸拢泡汤嘛，还有迄个农药，啊，有迄个管理吼，迄个化变做做进步。咱拄啊，咱看到这咱的政府吼，饲的迄个管理的农会的人，你教咱使用，教咱的农民使用农药时阵，来讲吼，一个心术，你啊，好些心肝吼，吼，如果你使咱咧讲迄个平衡药，烧心肝是有效，啊，佫简单，啊，佫再佫安全。啊，安全当然对农药来讲，其实嘛是解决。啊，伊这个安全就较卫生啦。啊，啥物事都较卫生，你看我讲，咱古早咧用的肥料嘛，做就是沤的嘛，沤肥。咱沤肥的时阵吼，你讲起来，咱有肥的，就沤肥的吼，所以增卡吼，啊增卡肥就增卡哩，啊肌肉先生，啊增卡吼肥的沤肥，你都讲去做，做好的。伊咱若是都是，伊若去走一条增卡是，我讲讲你来操心。哦，迄个蔬菜啊，唔敢去拔啊，所以有阵子，迄个多次去那就走一骹哦。迄阵啊，只有可能，我不会，你会知吗？走一骹，唔可以放晒呢。对，不粪坑这个很惊粪坑的草，它不惊晒，对，就草。哎，你还是先放晒干晒，还是先不要进去哦。阿面毛穿了哦，阿面也白草不出来。啊，所以阵啊，有当时就是。啊，唔好，伊爱走一种状况，真正是。所以做囡仔，你若走一种较是种唔好。不过我是咧讲农药使用交化学肥料，其实迄个他拄啊老师去提迄个问题，讲咱即卖建设，迄阵啊建设，咱即卖到会当来讲，那卖有迄个建设，那有什么取代？都有。但是吼，咱迄阵啊，就是牵咧行，啊，即本册嘛，人讲做清楚，牵咧行。
哦，咱拢知影美国民党的政府，啊，但是伊这个农移农政策吼，迄是迄、那个迄、那个为着迄个因应，不管迄个美国的资本主义吼，要开始吼、哦、大量的迄个使用廉价劳力的方式吼，哦，农民因爱去做较好康的一项，啊，较好一项就是放土地啊去做工。所以这是一个趋势，啊，迄趋势当然，那这个车，咱主要是当个请人是讲，这人是不是咧挑拨政府人民的感情？啊，一这样子啊下台，咱是就清楚在讲，好像是被带走向一个不是正确的方向。你像讲咱，我们看你来看点了 ，Matrix 你有看吗？哦，骇客任务，骇客任务。基努里维那个，哎，还有就是努里维转杀机吧。其实一看第三集，我才知影讲原来吼，就是咱人吼，就是因一个网络系统的一个内底 factors 吼，啊，起码伊内底有各种障碍，各种因为作为，你，咱解析了那个宿命，就讲安怎去哪样个行不了，咱就当去解决迄个较好的先做。啊，那无是，好像算到对一个阶段，啊，就跳下，跳下去，迄个 game over， 啊，就定下安尼。啊，咱台湾吼，你要看是讲你，迄个安尼你行条，你看迄个地方，注定的比大陆更加环境更加歹的所在。因迄阵啊，同一些好像芬兰啦，哦，因为因一个官伊会像死过来十下的人，甲枵甲热甲苦。要会较寒呢，一定较容易出一下。啊，但是因迄内底吼，即摆咱拢叫是讲，因遐国家是做工业化，是讲做先，吼，迄个做先进。啊，我了解起来毋是呢，因遐国家吼，迄农林渔牧吼，是因人民是因遐国家的根本。啊，因遐个物资啦吼，什么迄个手机啊，什么。遐吼，遐是迄个阶段。但是真正伊个结果，应该是做到伊个政府甲伊个银行拢要做到底。迄个若是万一叫能源跳过，那咱到即个更新较好，还是恁市价更好较好？哦，问题就大。对啦，那跟，我来台湾吼，长期来即个思考是拢有啊，但反正会到手，明仔载才会讲。啊，即会到手吼，会产生我。对啊，这老兄嘛，你，咱唔免先回应啦吼。那我到这都爱是工作。我觉得北欧那个是，对，如果说是讲瑞典，因为北欧三个国家其实它有各自不同。那如果说就不只知道瑞典的话，他们的就是全民意识啊，很强。他就是人民拱出了一个党，是代表，真的是代表他们的，就是比如说工人阶级，就是拱一个工党出来。然后他的社会福利是全民有共识，你要享受这个福利，你就要付这么多钱。对，他是有共识的，所以他的税也真的是很高，但是相对的他品质也很好。然后我要讲的回到台湾，那台湾不管是现在的两大党，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基本上还是自己取向。那还有就是他就是用支票换选票。那为什么台湾今天的经济好？你说亏钱？之前的90年代的那个大学，对不对？扩增要不要钱？你增加那么多老师，好，那时候还其实人口已经在，为什么没有听那个人口专家的话？好，那个是谁执政？好，我们不讲。再来老年津贴，为什么不是国民年金呢？是老年津贴。好，你没有付钱，你可以领钱，那领到什么时候？领到不会不空吗？好，那保险制度是你缴保费，我老的时候提出来，这是 OK， 这是你的权利和义务。你没有尽全力，怎么可以享义务？那就是支票换全票。我要讲的是这两个党，我上次会讲说没有左派是这样子。好，弱势在哪里？弱势就是大家都看得到，为什么上面看不到？声音没出来。看能不能不要靠美国？可以。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个消费者基金会。那今天要讲一个，就是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食品的一个，你们一定要看食品方面的。那个基因大豆80%美国进口，那全亚洲百分之多少的？
番茄也是基因改造，全部是美国来的，请大家看一下。孟山都就是、啊、对，孟山都是那个种子，连那个种子他都控制了。美国的农民很可怜，他比我更可怜。他如果说自己保留那个原生种，好，或者是自己去就是那个有选种，那个我不太清楚，那个也是在美味的代价那个纪录片里面有讲。那如果我们的菜种或者是稻种或者是什么水果种是美国来的，而不是原生种的话，我们最后会被美国控制。第一个，你吃的是基因食品，好，以后基因食品它的后遗症在怎么是它会让你身体产生改变，你的这个疾病以前打这个药是 OK 的，因为是肉体，那经过基因改造你吃的以后呢，你的身体也发生改变了，那个这个药已经没效了，就是我们已经变成不是人原来的那个基因的那个整个身体结构。那所以说，我就觉得说那个基因的东西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它有标示的话看一下。那我是希望说，台湾应该不是只有这两个党，那台湾人民的声音真的还没有出来，但是有了，譬如说美丽湾的那个。美丽湾的那个环保抗议嘛，有，然后我们这个台湾读书室也有，好，但是人们信更多人，谢谢哦，是是是，对不对？真的啊，还有那个玉山旅社，嘉义有，北部的话，我们只看到学生一出来数量很多，对不对？然后就形成那个摄影媒体，然后记者的那个关注的焦点。那我们南部是靠自己，小众，但是很多。哎，那我觉得不一定要靠政党，因为这两个政党我看。我都只能摇头，因为你只要坐上那个位置，其实它就变了，真的它就变了。这里有个简一个报纸哦，这个是9月19号我特地留下来的。这个他说六成家都没有领休跟补助，哇，那就讲清唱嘞哈。然后农委会又讲到说明年起仅允许农地休耕一起。你一起需转做其他作物，否则不补助。这怎么回事？为什么？为什么容许这种状况？为什么休耕补助？规划好，那你只要啊，对，听政府的话，一点点的话，那就不找你，是吧？就不依法追究你。啊，如果你拿什么好，然后你那阿威蒙啊吼，想做这种好像。哦，法律上明定的非法的行为，啊，都被我呛底，那依法行政，上高的一句话。所以这底这个地方嘛，吼，那些社会人吼，开始为了一些小利益吼，啊，开始也会好屈从的说，这个小利益啊，人别人会使有，我只能开始。啊，那我要有的时候，我就代表就是讲小花出卖良心嘛。这个代志，我想恁做人做少年，我有听那个刘破财的代志。刘破财，你知影？就那句话，那院长吼，那个死爷，啊，迄阵啊吼，就是做啊到来足歹看，是就讲伊为着迄个做迄阵啊政府的打算嘛，啊，拢压制迄个人民啊嘛，啊，所以迄、那个。就只有说，你说他对反对党去闹的，吼，就甲变的变了，讲啥物，伊讲伊跳伊跳，迄个就变哪会跳，吼安怎吼？那一跳吼，我讲我大高腰啊，你。啊，这个呢，其实在1947、228发生的时候，也是跳到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吼，那个政府吼，要处理这个代志，有一个特点，就是讲，吼，包括是讲。哎，说那很瓜难哈，那个必须要在两个选择里面做一个选择。我就讲你会当烈士，你叫叶必孝，是军烈嘛？哦，我们是政府是民主国家哈，我们是很民主的，就是两个让你选一个，啊，你可以根据你的理想啊、坚持啊，说必须要怎么样，啊，你可以当烈士。那另外一个，你就可以荣华富贵啊，你可以当公社。啊，你就当一个破产，就进你的家，先住在一个半山，半山内底吼，包括迄个就是讲，包括条件啦吼，啊，你嘛，应该主要都是，啊，去中国去参加去考试，啊，去中国去受教，啊，然后转来台湾时，因有个人是做学生意思，啊，所以就不见了，啊，有人就是，啊，那个，
他的这样是二八来电人，我那个二八来电人就是破产的时候，伊是交古镇府吼，公安人员要来古镇府，因同款的拢是徛伫台湾来，啊，但是一个遮了，这两个就是社会一边，啊，社会一边交遐人开始的吼，就变成一个人民一个对比，因为做好人就是死于葬身之地，啊，你若小可出袂出良机，吼，出袂出你的同胞。你就可以终身荣华富贵，所以台独啊，咱就讲到迄个，这个吼，迄、个物件，我想这嘛是一个咱台湾一个很就是很困惑的一个影响力啦。这个影响力是吼咱，那起码是讨厌的，还是带来什么样的吼、利还是弊？所以用农药这个哈，还有化学肥料这个农业政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不只是台湾的，全世界只要是用经济量产的农作物都会面临到这样。尤其美国，因为它土地辽阔哈，它所种植的都是单一农作物，所以这大片我拢种玉米，这大片我拢种黄豆，这大片我拢种甜跟菜什么的。所以他们因为单一农作物哈，所以用必须要靠肥料跟那个农药哈，他们才可以好好的生长。因为已经失去那种自然生态的制衡的那种功能，所以势必要靠这两样东西。反正所以有很多延伸出来有关于这个使用化肥跟那个跟农药之后产生了很多后遗症，我们都看过，像那个极尽的春天也是这里也有啊哈、还有那个最近你们读书不在讲的那个什么蜜蜂消失的那本书啊哈、那个也是啊，然后这里好像很多都在讲因为使用这些化肥跟农药的后果，但是好像无可避免，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讲自然农法哈、讲那个有机农作物，哎呀都是很小的力量很小的面积，那个没办法去对，因为我们以前跟那个环保联盟那个台南那个陈嘉华老师啊，他有一阵子哈，一直在大力推广那个有叫做厨余变黄金，利用家里的厨余哈，然后去堆肥，变成一个有机的肥料。那我们也去参观那些农民，就是他们愿意配合哈，从家家户户收集过来的厨余哈，提供的地方来掩埋，然后就是合作，这些农民他们生产的蔬菜就有固定的管道可以卖出去，那价格是有比较贵一点。那那个也是很臭吗？那个会超生掉啊，对，因为那时候陈嘉华老师为了要推广这个厨余变黄金呢，他跟成大的一个教授合作生产一种菌，那种菌包就是你它有一个桶子，然后你把你家里的厨余放在桶子，然后撒那个菌，啊一层一层的上去，到最后它会发酵之后会有一种黄色的液体出来。啊、那个黄色液体你要浇肥要洗厕所都 OK， 那个已经是变成酵素了，但是要稀释、那个我有做过，所以家里会有一股臭酸的味道啊，但是真的可以让你的垃圾减量、因为大部分的厨余就变成啊，你的做过是包含你把厨余面送后去一些准备料哈，你别处理哦，你若像你有做火锅哦，你还是讲你有净刷材你家己吃哈、你对外口买的菜，伊都有一个拣拣当食，吼，啊是爱家种。啊种的时候，你若是食迄个地吼，你是食的出，啊就去大米，伊迄个好处是干了的。甚至你若讲买贵，吼，你像买便便吼，啊你遐物件去大米，你会看到其实数值就好。那个，迄个自然的。张妈妈甲阮太太因古早拢有做过。对。但是我想美国因安怎做，那是一个迄个台湾其实有做一个人就开始做认真做方面，加上包括小，包括迄个植物联盟。我植物联盟我知影，因即马毋是迄个讲咱遮几个吼，比如讲迄个吼秀才照啊，因这已经是年营业额敢若出来了。啊，因为因吼因在做迄个工作内底有刷迄个。政委又是规则吼，
在那里面就一直有一些，其实这个国家的人民啊，如果说要幸福要平安，可能都要付出一些代价啊。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最小的一切，哦，给百块。啊，这一部分他们是在发展。我认为讲，你个收一个，我这、那个哦，这个先讲拢上架了吼，会联合起来做一个，他们做到营业额那么高。那里面因为他们是合作社，那所以因也得税率的负担管定他的偏轻，他们得造出来讲，你若是买，哦，去摕着因的物件给他吃，你就是爱搞做啥？嗯，啊，你若无搞做啥？直销这样子啦，哎，你若无做，不是叫搞直销，这其实这是对英国迄阵啊迄种上善起来，你头家啊薪水还足少，啊然后你搁再搁所有物件拢把你在卖。啊，阮足少的薪水，去买你贵阁无好的物件时，大家拢总没有办法忍受。啊，到尾就大家英国的迄矿工吼，就是联合起来讲，啊，无你出五百，你出五百，大家各出一下，啊，这钱都变作是，啊，去买大家必须用的东西。啊，落地币还好比较少，啊，就安尼起来，你蛮饱啊，刚刚你讲。嘉义有吗？在。美容植物联盟。嘿。那个全国性的。嗯。啊，嘉义现在有一个点。那个点就在国语日报，国语日报的头前面。我一定让你看，啊，看到你也刚明白哈。新中街够我贵。就我们去嘉义市，啊，盖住写完，刚刚还是人人惊慌。其实我们可以邀请他们来，就是第二届嘛，我们来办一场植物联盟的。啊，佮有迄个像迄个，我今天看到我刚报告过，中兴大学农植物病虫害。你有时拢还佫做本土迄个啰，但是你业务嘛是分开。啊，因迄阵啊，顶头有一个放射，什么放射菌，啊，这放射菌吼，因已经用五六七单吼，转到就真侪农民了。因肯学，肯读，啊，上起先是吼，去甲伊做做分啊，啊，即马敢若是爱变来是干变来做。来改负责，啊！你放射菌吼，伊是会当取代迄个农药啊，交肥料的功能。伊迄是天然的吗？无，迄是纯菌类。啊，菌类。用迄伊迄个吼，像 base 的吼，啊，迄款迄南美土地的吼，伊七天的存活期是农药的功能，会当改迄个土地内底微生物改吼，迄个有效抑制。啊，七天了，伊死去吼，就变做肥料。而且伊个肥料交迄个肥仔肥都无，肥仔肥拢是肥料嘛。啊，所以今年会欠千斤。啊，若小我一下吼，这植物做大件事。啊，但是伊个吼，迄亲人拢随时下下场。
啊，所以等龙到七日了吼，迄金龙一直飞。嗯。啊，迄个部分我听讲中国因咧注意比咱的政府做较敏锐。嗯，也不得不要注意的。他们因为。像台湾早期一样哈，那个气溶重工啊，好像重工业之后，他们开始环境的破坏非常的严重。他们那阵是我们这边是没办法有很多人直接看得到，但是那可想而知。等于西湖嘛，一点起逼着做大啥呀？很多的湖泊，很多的湖泊都因为污染的关系，氧化都氧化。北京那边吼，好像遐进出去干脆。但是你进老师训练哦，进来第三号。对啊，老师的公共的水库内啊，水库本内，这个只要是在发展那个资本主义哈、那种想要讲究那种经济发展的国家都难免，要不然参加三峡怎么建？就像那我为什么要把参加三峡整个淹没掉，然后变成了水？就是要供应这个他们的工业发展。不过就是台湾水库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淤塞。对，像我是桃园人啊，石门水库在我们家那边，可是每次台风或者是大雨过后，我们都没有水用，因为太脏了，它就是拦截。对对对，就是不供应自来水，停水。峨眉运啊，峨眉运也是哦。那里一直干人嘛，干人干掉回家。以前在那个石门水库边啊，每次都停水啊，水在了。因为着迄个水泄落去嘛，啊，要管要甲创好，当迄个咱的人民会当吃饮用的。嗯。伊无骨啊，礼拜吼。啊，那迄个状况其实是安尼啦。你若讲这个部分，台湾其实它是不一样。你若讲是1945年日本打完了嘛，啊，台湾就是说。好，直接叫联合国的共和国，好盟军托管，然后这个根据联合国宪章，交由这个驻民去自决。我打发票，好就共管啊，是不要美国管啊，是不要英国管啊，是不要哦中国管，好、哦，这个自决啊，那个程序走不掉，哎呀，变做一个哦，刚刚较现代化的国家啊，那个好之前的人叫背水一战。做他长远思考性，台湾是那个，这个北回23.5度通过这个，伊内底是唯一迄个每年的水量是最好最丰沛的，这个这么丰沛的水吼，咱会当用的方法全部在它，其他就是拢浪费掉，所以为着安尼，有人喜欢做水库，其实迄个淡水。但加水哦，迄、那个概念吼、哦，迄个无定着，迄、那个是伫个吼，咱即马吼80年代、90年代吼、哦，咱台湾才靠天讲，然后从个咱60年代、50年代才有做这個，其实50年代、60年代这个部分的思考，刚刚的另外一点的话，他们就是说，我们是被关在那些底下来被料跑的，所以那里面我们就不知道。再补充一点哈，就是有关食品就是食物或者食用安全，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就是文章里面有写到，他说我们不用肥料，我们也不用什么，他应该说不用肥料，我们有原生种。好，这个问题大家比较少触及到，台湾原来的水果，它的生命力还有防虫害是很强，它根本不需要农药，不需要那个。肥料它就可以长大的，台湾不会这么肥沃 ，OK？ 它可能就是现在有点瓶颈，是原生种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外来种，或者是不知道是哪一种。那在欧洲的话，他们慢慢有地方性的原生种出来。那上次新闻有说，我们原住民嘛，在台东还是花莲边，然后去美国什么博物馆、什么种子博物馆，然后把它迎接回来了，他很高兴。不知道是小米还是什么原生种，我们不管新住民或是原住民，或者是我们都是台湾人，好，只看到人这一块，好，那植物这一块，还有水果、菜、稻米，好，我们是不是要把原生种找出来？不管是有机或者是化肥什么的，那原生种找出来以后，它基本上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那应该它的适应力是最强的。
是不是要好好保护，然后再把它就是富裕啦，哎，这一块，我觉得。老师，我觉得话是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因为好吃，然后量产改良出来的。是原生种如果出来的话，比方说卖不出去。对啊，你看现在凤梨，大家都吃十七号牛奶，现在几乎都是很少吃土凤梨了。原生种的富裕都是小农型，是就是，也是公司啊，我忘了是我们的岛还是那个独立开发园，就是有讲到说杂粮的那个采种的富裕这样。台南那边好像有一个叫豆汁香的在做这样子，然后台东还是花莲那边也有。是行销和宣传的手段。对，现在就上个礼拜，我那个陈俊美老师有讲啊，就是有现在有一个网络有一个平台叫，没错，林香粮食，对对对对，他现在就是最近刚出来一个脸书，要拍我吗？就是最近刚出来的一个，你来来快做网站跟那个脸书这样，他好像叫邻，就是邻居的邻。然后乡土的乡嘛，啊，善良的良，啊，食物的食，林香粮食，然后脸书叫林香粮食社会企业，哎，他现在就是应该是到处去，会把各个小农的故事，然后收集起来，然后他，我觉得他贩卖一种感动，你知道，就是不只是说这个东西好吃而已，而是他把他那个栽种的过程、他的辛苦、他的故事写出来。上次那个君美老师就讲到说，中秋节之前，这个柚子不卖出去，它就价值就跟两三元的那个水饺是一样的，所以一天之内400箱的混蛋就这样卖出去了。就网络的效果其实还蛮惊人，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他是号称说希望变成台湾就是小农之后，什么公平贸易的平台。领先者之类的，对啊对啊，我觉得还蛮有理想性的。阿飞，你讲，你当有朋友出侪对咱迄个公共电视看袂少，其实迄个公共电视面迄个有话好说来，对伊嘛，咱一边每礼拜看，去邀请三个迄个三四十个人，他拢唔是做事人个囡仔，对对对对对对，他去走去做事。啊，所以有当时啊，咱看的时吼，有当时啊，去看到大家的唔对，啊，当时啊，看到新妇的唔对，啊，伫这内底，有时候我们要注意到那个强势跟弱势的差别，吼。比如讲，你台湾，北京话它有什么准？来，北京话是被扮演来贬低其他族群的一个工具啊。啊，等到有一只啊，这个被压制的族群的工具，伊来变黑咖。那是伤害很大的呢，迄文化伤害真大。啊，但问题造成就讲，啊，我为着安尼，所以我要坚持，吼，学讲母语，讲好是会当甲阮的囝、阮的孙教。吼，阮的囝、阮的孙，伊上爱少伊拢伫外口吼，伊爱讲吼，伊讲话爱讲北京话，伊上少伊晓讲母语。啊，安尼我就对人家讲一个吼，我一个帽子，就讲啊，刚刚不是，哦，迄个台湾沙文主义。我想有的人吼。
伫咧内底吼，会讲些不理性的话，包括迄、那个吼，迄、哦那个无意识到的啦。但那些，我想，比关键的有系统的压制跟点名哦来讲，就是一个弱势的迄、那个迄、那个发泄。但是台湾吼、哦，可以把这款这款的物件吼变成很严重的议题，还得冲突啊。我伫迄个车头吼，228进前。啊，是迄个我的亲戚老，吼老爸叫阿公。啊，迄个吼，迄个是伫山上的。啊，个，迄个，公公吼，啊，开平仔车来哦，啊，即马买物件，啊，甲你扛扛扛，再扛扛扛车啊。香菇，迄阵香菇足贵，迄阵啊，阮阿在出事，香菇足贵啊，一日甲伊偷掉的。啊，咱即下个，迄个。大人上面这种拢袂练凳的吼，哎，就安尼行去比赛怎么样啊？什么？哇，各位吼，迄气甲到迄个，你规个香菇遐天气遐，我才有今日做啊。你们甚至包括昨甲明仔才做，拢无到。所以这个囝吼，以前气甲冻袂掉，想讲，哎呀，你我顶不住。这个吼，新皮下的这公关吼，啊，要轻松应对这公关，不能叫做马上翻脸，马上翻脸。你说什么？中华民国可以骂人的、啊，来，你要来去派出所，要你要去派出所的时候，规家伙啊拢来夹这个贼仔糊食。啊，你卖那歹人啦、啊，你卖那细人不要紧哦，死囡仔、死囡仔了嘛。台湾就经过那种状况哦，那真的是，我觉得哈、哦，我咧听时代咧讲的是很恐怖的一种统治的方式啊，爱统治的方式就是会惊。啊！好，你做你应该做的代志，唔敢做，那变成莫名其妙。哎，就是讲偷听。我刚那个安安龙兄，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自己曾经被人家这样对待过，所以应该才会更宽容，不要把这个气逃避，绝对逃避，发泄在就是不是当初对待你的这个人，不是那个原始做，就这种脏事，其实大家都讨厌，对。那还有就是。我后来觉得，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苏妹老师她有一个那个，就是希特勒时代，好，那德国他也在一直反映这个问题，好，他是从第一次威玛共和是在帝国，就是威廉二世，就是帝国结束，马上接着就是威玛共和乱成1919到1933，好还是32，乱成一堆，然后一直倒回倒回。好，这是他的名，对对。那我要说的是，是不是从帝国好专制，一定要经过威权统治才会到民主？德国是这个例子，台湾也是，不过台湾比他好太多了，没有流血，这个是真的是要大鼓掌的。然后像其他的国家，有没有228流血？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是镇压。对、啊，所以那时候，民主化、政党、民进革命，对，那个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很那个，就是昂首阔步，然后外国都没有，全世界大概就是 only one 台湾。你像那个茉莉花，然后你像那个，就是像现在那个，对，然后石油国家应该是很有钱，到现在还在打仗，穷的要死。石油哎、欸，产石油哎、欸，对，台湾没有流血。所以就你我是讲，也很值得我们珍惜啊，叫自我欣赏啊。在台湾，我想咱看这个车内底，其实拢互咱足济，吼，像你拄仔提出遐车的时候，我发现，咱实在是放下真足济足济可能性。啊，就是讲迄、那个，像你拄仔咧讲到这个物件，我拢感觉讲，是毋是啦吼？就讲。在各自的立场观点吼，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吼，就是我是外省人，啊你是客人吼，啊所以进来对吼，有啥对题吼，我欠你偌济。那种转型吼，转型正义那种东西吼，其实是会当做较跨年吼，啊去面对就事论事，而不是说，你看你起码真正伤害台湾的一些军头，你对一个也不停台湾。他不算军统吗？对啊，不然你说是哪种军统？其实，
牛只要打过仗，真正吼，真正遐遐，吼打过仗走路，包括是讲。陈生还在吗？啊。陈生。死了，这方面都来说，对，那个什么好，还有那个什么，当初那阵啊，那个明白内底吼，像唐孟奇这啦，啊，像蒋介石、这军统，这是几年？哦。蒋介石会当为着一个关于了吼，一关就关那个陈毅啊，陈毅不是为着。还台湾人叫蒋介石他处死的，是为着伊迄个，这你要有功。迄个名，我慢慢讲，迄个名是讲何共。其实，伫我看迄个资料时，伊去甲蒋介石觐见，伊是变作对台湾的新主席，变作浙江的新主席上官。啊，去觐见就讲啊，先生啊，局势既然如此，啊，你也不妨暂时下野。然后他就是那个，哦，麦克乱啊，麦克乱，就不用回来了。啊，那年吼，一看就变就一个避免吼，伊就马上陈吉宁讲，伊就回去，伊就回去。等伊了吼，收拾细软，飞机接连飞，俺是讲要飞云南啦。但是伊只飞机下架数肯定是蒋介石啦，对个，台北，啊，然后就是台北关嘛，关一段时间就开始。啊，但是了，因蒋介石嘛，无要讲，因为是。什么啊？迄个屠杀二八，所以才把枪毙，不是的，迄是尾后，伫1987年吼，嘿，伊开始出来咧讲迄个吼，平反二八，吼，平反二八是迄个伊咧讲，就是讲，一个北洋老多迄个陈忠光，拢无啦，迄个开刀南二八，迄个胡说。我们今天晚上没有开口讲话，讲了一句话，两个，三个没有讲话，我们共起来。要紧，大家耐心看。